可見世界盃另一啲有實力嘅球員更早被發掘，去頂尖球會累積經驗，
小國球隊的實力，若果擴編之後可以令更多傳統強國以外的國家隊產出更多高質素的球員。三、提升世界盃關注度，將足球文化推廣至全球。身為最具號召力的體育賽事，所有人都會留意世界盃。若果自己國家隊踢入決賽，就必然提升該國國民對足球的關注。根據國際足協，非洲及中東地區在2018年的世界盼比前一屆多了2.1億人收看，上升了60%的收視率，因為當年多了三隊非洲隊入圍決賽，州當中就包括摩洛哥。而今屆摩洛哥爆冷踢入四強，力上巴地區的收視進一步上升，單單厄美同中東地區已經多了8800萬人收睇半島電視台的轉播，摩洛哥更加有90%成年人收看決賽州，可見擠塞決賽州對吸引該國觀眾十分之有效。在擴編之後，不單只令原本的歐洲南美球隊繼續競爭，更可以俾到更多有一定實力，但是就同決賽州失之交臂的足球小國多一個機會，從而吸引自己國民關注足球，將足球文化推廣至全球不同州份。最新有可能擴編，應該俾個機會俾呢啲嘅足球小國藉住世界盃發展自己的足球產業咧，多謝各位。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留意互過時需扣分。咁現在再落嚟咧，就係反方面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有咩好想聽嘅事？主席同本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話世界盃咧看片嘅話咧係可以俾其他個有更加多嘅機會啦。何謂世界盃？而家競爭性係憑實力噶嘛？如果世界盃嘅目的係為咗提供更加多嘅機會嘅話，咁我哋仍然抽籤咪得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不論有方咧點樣推薦佢哋嘅地主，將世界盃決賽周由32隊變成48隊，本質上嘅變動只有第一多咗10個支參賽隊伍，第二比32隊嘅賽制多咗40場比賽，但真正因此得來嘅地主係咪真係好似有方講咁大咧？足球本身就已經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國際足球協會多第211個，比奧委會同聯合國更加多。另外，無論世界盃打24、32定48隊，佢一早已經是同奧運齊名的國際盛事，而非因為電視轉播費太貴或者宣傳環境太惡劣。否則，世界各地超過51億人早已觀賞到世界盃的賽事。換言之，足球同世界盃決賽從普及度同埋商業性而言，再增加參加對數亦都不會帶來其他的額外效益。另一方面，對一種運動而言，最大的利處就自然是吸引更加多人做運動。但世界盃決賽週的看片者多了40場比賽，對觀眾而言就睇多了波，和運動普及化是有乜嘢因果關係呢？好像香港1978年世界盃香港只係直播了4場比賽，1982年直嗰屆就播曬52場比賽，係咪因為咁樣香港人就受到刺激做多咗運動呢？因此總括而言，旁邊嘅利處其實即係增加咗廣大球迷本來已經泛濫嘅娛樂，亦多咗啲國家大決賽周嘅機會，但亦都唔代表咁樣就必然推動到足球嘅發展。相反，將世界盃旁邊至48隊，只會令原本世界盃存在嘅問題惡化，並帶嚟兩方面嘅弊處。第一，球員因此會更容易受傷。一般球季由8月到下年嘅5月，然後有2個月假期俾佢由球員休息，到7月開始恢復操練，到8月再次開始下一個球季。但世界盃一般於6月至7月進行，即係話球員為咗代表國家出賽，將會犧牲咗自己休息並恢復嘅時間，因此受傷嘅風險因此增加。根據國際足協醫療研究中心榮格教授的研究，1998至2014年5屆世界盃入邊球員的受傷指數平均值是1000小時有66.88次，但一般國際成人最高規格的賽事平均值只是2019至2020年賽季連續1000小時20次都不夠，證明原本已缺乏休息的球員缺乏休息會令球員在決賽周裏邊受傷的風險提高好幾倍。當擴編至48隊世界盃增加了9日，比賽數場都會增加了，受傷的風險只會更嚴重。請問要有幾大的利處才可以成得高過球員的健康呢？我方反對辯題的第二個弊處是擴編只會令世界盃決賽週財政和社會成本大。
要提64场比賽，孔編次48隊，只係互聯分組中，只係分組初賽已經72場，加埋淘汰賽階段32場，總共104場，比以前多咗40場，喺上一屆嘅3分2場裏邊，幾乎等於搞多咗世界盃，因此舉辦成本亦都會增加，加上國際足協要求主辦國一定要安排有四萬座位以上嘅現代化足球場，就算係而家嘅足球王國巴西，都係要新建唔少嘅球場。反方嘅準備發言時間為4分11秒，冇夠時間搶球分。總之下落嚟咧係公平嘅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去回答問題，並且打斷對方嘅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都不得打斷公辯一方嘅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指出，並判認同嘅話可以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果公辯一方如想發言，評判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呢？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嘅時候要特別留意填寫嘅次序，特別係反方嘅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為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問分數。好，咁而家咧就請正方派出一位嘅辯論員作公辯。粵方主辯。好。正方嘅公辯會開始，咁最後我請你計時示意，俾你5分鐘嘅時間。新聞觀眾多啲人知道足球文化，唔係一件好事。係。新聞咁樣同意咗係要推廣足球文化噶，咁咪有冇話擴編咗之後會唔會多咗非歐洲嘅國家入決賽周？會。咁觀眾咧認唔認同要推廣足球文化喺歐洲以外嘅國家？其實本身已經係。認唔認同有冇話？咁可能你認唔認同歐洲以外嘅國家當地嘅民族係會支持翻自己嘅國家隊嘅？認。咁可能你2018年嘅世界盃多3個非洲國家，當地收視率已經比前一屆世界盃多咗60%。有可能我覺得咁樣咧，對於推廣足球文化係咪好重要啊？有幫助。即重唔重要咧？即有可能我覺得有幫助咧，其實都係重要啦。咁其實一個國家已經多咗成幾百萬人睇啊，咁擴編咗之後多咗成16隊，就會多成幾千萬。咁有可能你都同意咗咁樣先能夠更加有效去推廣到足球文化。咁有可能話，如果今日足球小國咧，佢入到決賽周，佢拎嘅獎金係咪會比外圍賽拎嘅獎金上升咗？會，但係都如果佢哋今日拎到呢筆獎金，發展足球基建嘅佢哋嘅機率係會上升咗。但係都要外圍賽以外其他外圍賽，佢哋拎到呢筆獎金，有乜落嚟？我又唔明白，問翻你啦。到底今日佢哋拎到呢筆獎金，佢哋發展係咪可以？係咪會多咗機率去發展佢哋足球基建？會定唔會咧？有冇可能？會。咁你有冇可能今日覺得足嗰班足球小國可唔可以拎到呢筆獎金啊？唔好意思。嗰班足球小國可唔可以拎到嗰筆獎金？可以。所以有冇可能你今日咧都覺得其實咧係呢班足球小國係有能力有機會拎到呢筆獎金，而佢哋拎到呢筆獎金之後都可以幫助到佢哋足球嘅發展。今日方同學啦，你覺得咧今日你方同學就話啦，因為一開始我哋講話咧，其實能係要睇能力。咁我覺得咧，點樣先為之係能力高？點樣先為之能力低啊？成績，我覺得睇世界排名。我先可能今日得唔得位？好，正方方面嘅時間到咗。咁接下來咧，就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咁你可以揀一位正方辯作出正方辯。正方辯好。咁而家。其實世界盃係每4年為一次，仲要只係贏。但係有方同學，世界盃係每4年為一次，但係佢哋唔會有慢性疲勞呢個問題咩？但係其實現時聯賽嗰啲都好多比賽喎，方同學覺得如果你驚佢受傷咗，咁係咪又係要係咪又唔打聯賽啊？係有方同學佢係理應受傷，即係你覺得佢踢足球佢受傷係一定要受傷。有方同學你話有你有方同學你講話有機會受傷，咁唔係應該係理論睇翻點解佢哋會有機會受傷咩？好啦，唔緊要啦，有方同學答我唔到啦，跟住啦，有方同學就從有方會員郭真一收入嘅角度去講你。
以參加世界盃呢個比賽噶嘛。但佢哋多咗機會，佢多得直揾佢多咗機會。係啊，多咗機會啦，多咗機會去參加。咁都係嗰句，佢多咗機會參加，佢打完哦，佢如果哦，可能佢真係出到線咁，佢真係去對一啲好勁嘅國家嘅時候，咁有可能係咪？唉，係佢，佢係多咗機會咁，但係又即係其實係咪真係多咗？都唔係要論證佢一定要一定會贏，而我開始係俾多一個機會俾佢試啊嘛，都唔係揀條機會都。有可能話呢個世界盃又唔係試試下玩玩下咁去打㗎，呢個係國際性嘅賽事嚟㗎。好似方同學而家席位唔平均嘅時候，點解你唔坐？就應該係抗 P 啊嘛，方同學。咁你抗 P 咗之後，方同學同我係零分，有可能話論證一下。嚇！歐洲唔抗 P 之前，歐洲佔席位三分二喎，歐洲好強國。反威嗰件事有印象，咁嗰件事還款結束，而家咧就到咗換位嘅環節，咁而家係到正方嘅第一副辯，會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呼吸嘅時間先。主席，辯護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一副，其實今日雙方都認為今日抗英嘅潛力係要維持到現時嘅實力㗎，但原來我哋增加到48隊之後咧，晉級嘅比例依然都係維持喺22%左右，所以其實有分行都冇反對㗎。但係今日雙方嘅分歧咧就在於一，有分行質疑世界盃嘅原意唔係幫助小國，但今日我哋嘅辯題係咪討論緊世界盃嘅原意呢？今日原來擴展咗之後係幫助到嗰班小國嘅話，咁佢係一個利處嚟嘅。無論佢世界盃嘅原意係唔係幫助反小國，佢依然都係個利處，有方學依然都係反對唔到。再者第二，有方學今日質疑我方，即使擴展咗之後，原來都係推廣唔到足球㗎。但我方唔理解嘅，原來咧2014年嘅世界盃多咗三隊非洲球隊之後咧，收視率咧，非洲嘅收視率咧係足足提高咗差唔多60%嘅時候，有方學點解覺得推廣唔到足球咧？係咪今日多咗人睇，多咗人接觸足球，都係推廣唔到足球咧？咁有方學，你點解會覺得推廣唔到足球咧？第三，有方學覺得社會成增加令到啲主辦國利益受損啊！但我當然係十分之唔理解嘅。而家有冇一個主辦國話因為利益受損而反對緊唔參加世界盃唔做主辦國啊？再者，其實主辦國呢啲嘢係自己國家主動申請嘅喎，即使好似有分流咁，唔係喎，社會成本增加，其實都唔係啊。如果佢自己覺得佢依然主動申請，其實佢已經衡量過嗰個利處同弊處。咁其實覺得如果主動申請嘅話，咁咪依然都利處大咯。其實對於歐洲以外嘅156支球隊而言咧，留翻70%嘅名額俾佢哋咧係十分之公道㗎，唔可以以睇少一次世界盃為一啲非主流球隊帶嚟嘅貢獻。例如日職聯賽嘅技術總監韋斯利就話過，日本國家隊之可以進步咁快，就係因為一班有實力嘅年輕人。要培育人才嘅話，最好嘅方法就莫過於向歐洲主要聯賽撤出。但如果要吸引歐洲聯賽球會嘅關注咧，有咩好得過世界盃呢個平台呢？哥倫比亞嘅天才球員戰士洛迪古斯就因為2014年世界盃連續5場比賽有入波，勇奪金靴獎，令皇家馬德里特登喺法國嘅摩納哥搶佢翻嚟。如果冇咗世界盃，可能等摩納哥5年合約完咗先可以轉會啊！嗱，可見世界盃係最容易引有實力嘅球員受人賞識。提升本地足球水準，除了獲得人才和關注度之外，世界盃更加是獲得資源的好機會，不要看少一場小組賽的獎金。希臘曾經攞過歐國杯的冠軍，羅馬尼亞曾經入過世界盃的8強，但因足球小國一直存在球員欠薪的問題，900萬美金的小組賽獎金其實對他們可以十分幫助㗎，足足可以支付成隊球員13年嚟嘅人工，所以擴展之後咧，原來可以令到更多球隊有更多嘅資源長遠發展。最後問有分行性問題啊，既然主辦國又唔反對，球迷又唔反對，連食嗰啲球連球迷都唔反對嘅時候，有分行點解要質疑今日嘅利處咧？多謝各位。好，正方一半嘅發言時間為2分。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話抗辯可以推廣足球，但我方一開始都已經有提到啦，足球早已經係世界最受歡迎嘅運動，抗辯都唔會有額外嘅利處，因為地球70億人啊嘛，有50億已經睇緊世界盃，剩翻嗰20億，根據歐洲旅遊協會嘅研究啦，有17億人根本冇電用，你擴編咗佢哋都係冇電用㗎。
剩翻三億都係得幾歲，仲未識得睇波，所以除非有方話擴編咗，令到外星人都睇埋世界盃啦，否則根本冇額外嘅利處。另外，有方同學今日都一直同我哋講小國擴編咗，小國都可以參加啦。有方同學一直包容佢全世界咁多個小國，我哋係咪要全部小國都有得參加？咁世界盃咪要打成年？世界盃點解有世界盃就係有佢嘅競爭性先有人睇啊嘛？你全世界都有得打啊，咁不如抽籤打啦。有方並唔認為球員嘅受傷同世界盃擴編係有關係，但現時世界盃出現嘅問題已經相當明顯。以今日卡塔爾世界盃為例啊，由於要遷就國際足協嘅比賽日期，一般球會嘅比賽日程就需要調動，喺世界盃之前就要先完成一定嘅比賽場數。結果根據國際職業足球聯委會提出嘅報告啦，有54%嘅球員表示佢哋因為賽程過於緊湊而受傷，有82%嘅教練就表示啦，佢哋觀察到球員因為打太多嘅比賽而造成心理健康嘅問題。由此可見，當世界盃決賽周化咗一般球會球季嘅時間，最後會令到球會分別比賽過於頻繁，影響球員嘅身心健康。當世界盃擴編，由於打多一圈嘅比賽，賽期就會因此延長過一個星期。球會嘅賽程進一步嘅壓縮，原本已經有嘅季節就會更加明顯啦。咁當世界盃決賽周安排喺球會賽事嘅球季完結之後先至開始，係咪就冇問題呢？事實上都唔係㗎。根據真效力曼聯同墨西哥國家隊嘅運動科學家霍比指出，球員經過球會賽事之後已經存在咗慢性疲勞呢個問題，而加埋世界盃決賽周，好多國家隊嘅隊級別嘅隊員要12個月連續咁樣打比賽，咁嘅情況自然會導致球員更加容易受傷啦。根據英國諾定咸門特大學一個追蹤英格蘭國家隊8年嘅研究顯示啦，每逢世界盃年之後咧，國家隊隊員嘅受傷比率都會增加，會去到球季完結之後有充分嘅休息啦，再之後球季受傷嘅比率即刻減翻50%-60%，再加埋我方處理都提出咗國際足委自己嘅研究數據都顯示到啦，就算32隊嘅賽制都已經話係太多啦，而令球員喺決賽周入面之後嘅球季受傷風險再增加。而有方今日對應呢個問題嘅做法就係反而擴編比賽，增加比賽。另外想問有翻一個問題，慢性疲勞重唔重要啊？對於球員嚟講，慢性疲勞係咪一個好重要嘅位咧？減少休息嘅時間對唔對得住呢啲嘅球員啊？多謝。
即使唔係對壘都好似摩洛哥咁勁啊，但其實入到圍都好有號召力。例如厄瓜多爾今屆嘅世界盃都令到要當地有360萬人收睇佢嘅首場比賽，比上一屆係多咗成倍嘅。所以我啲係可以喺無損原本強隊嘅晉級情況下、晉級機會嘅情況下，有效勾起當地民眾對足球嘅熱情，做到真正嘅推廣足球。對於一直睇開波嘅球迷嚟講，其實多咗新隊伍引入新嘅風格都絕對係好事。冇人想象到摩洛哥嘅紀律防守可以打到人才仔仔嘅葡萄牙，沙特阿拉伯嘅越位戰術可以打贏球王美斯，日本不斷變換節奏都可以打贏到以傳控為主嘅西班牙，甚至喀麥隆嘅非洲隊伍憑藉體能同埋速度都可以打贏華麗腳法為主嘅森巴兵團。在30年前，如果你話你同嗰啲人講呢啲情況會發生，其實冇人會信你喎。但係呢四隊嘅爆冷亦都造就咗今屆最精彩嘅場景。最後想問一下友方，點解友方要墨守成規，唔願意接納一個球風多元嘅世界盃咧？多謝我。需要更加多的球場，而國際足協一直的做法就是逼主辦國必須要將比賽
心理健康更加大咧？點解會四年得四隊多打多一場比賽，會令到球員受傷更加嚴重嘅方法打補？唔該。有方同學，你知唔知一場足球比賽係90分鐘，上場45，下場45，仲未計加時啊？你多一分鐘都係多一分鐘，咁如果喺嗰一分鐘嗰度整親嘅時候，咁有方同學就係整親啊！咁樣同學，場場世界盃都係咁噶啦，而且再問翻你，你一會四年為一屆，再加上只係咧打咗咁多場嘅，只係一隊喎，方同學，咁你覺得咁樣影響幾大啊？係有同學就係因為全場世界盃都係咁樣，所以我哋研究可以見到球員嘅受傷係更加多啊嘛。方同學，你上一屆球員受傷多嘅原因係因為佢喺冬季舉行，令到同聯盟嘅賽，即係嗰啲歐洲聯盟嘅賽期重疊咗，所以有方唔好再講嗰個數據啦。嗱，第二有方，我方完全唔知點解多一場係會令到球員受傷增加。如果而家嘅比賽依然都係咁樣，有方同學係咪要取消世界盃先解決到呢個問題咧？有方同學，我再解釋多一次點解會受傷呢個問題，都講一句啦，多一分鐘都有一分。就算你多一秒，佢喺嗰一秒受傷都係受傷緊。有方同學以前抗偏咧都係多咗嘅時候，咁有方同學點解你覺得以前抗偏我而家唔得啊？就係因為以前而家要抗偏係真係可以令到更加多嘅參加嘛，但係而家我方主見都有講到話啦，而家32隊都已經話係夠多啦，國際呢個係國際足協嘅一個研究報告。今日抗偏都係因為想令到多啲人參加嘛，而且以前抗偏同而家抗偏，佢哋都係會加成。咁點解以前有方同學今日解釋到點解以前咧抗偏就得，以前抗偏即係嗰啲時間多咗又得，而家點解抗偏咗突然之間又多，突然之間多咗好多唔同嘅球員會受傷？咁問翻你啦，咁聯賽呢啲成日都有比賽，咁係咪又要取消？因為佢多大機會去令到球員受傷啦。有方同學何為世界盃全球性啊嘛？正所謂可以睇世界盃嘅人有50億，剩低嗰20億點解冇睇17億？因為冇電用，剩低嗰3億仲睇嬰兒未識睇啊嘛，有方同學。所以有方同學都逃避啦，佢唔講受傷啦，因為方同學都知道受傷嘅正常講唔過，例如咧同我哋講關注度。嗱，既然我想方同學執全世界都聽世界盃嘅時候，點解2018年世界盃多咗3隊非洲球隊，新嘅非洲收視率係會多咗60%咁多咧？但係受傷係慢性疲勞咧，慢性疲勞你究竟點樣處理咧？平時踢波都會有慢性疲勞㗎，咁我哋係咪唔踢波啊？方同學？但係而家連佢哋嗰兩個月休息嘅時間都冇咗。慢性疲勞一直都存在嘅啦，我哋所講要解決慢性疲勞嘅問題，咁咪取消聯賽咯。嗱，問你啦，既然你認同要幫助足球小國，係咪需要更加多嘅資源俾佢哋去發展呢？先有方同學，慢性疲勞呢個問題好似仲未答喎。慢性疲勞呢個問題原來有方同學一直都存在，所以我哋一直都唔需要解決，係咪有方同學？咁有方同學，而家未擴展有冇慢性疲勞先？而家係未擴展都已經有慢性疲勞，所以先至話唔擴展啫嘛。所以呢個季節就係呢個季節唔抗偏都有噶嘛，香港同學咁唔好再講足球受傷，你都講唔過去啦。你而家咧問你點解以前抗偏有得，有方同學解釋唔到，跟住咧問你點解突然之間會呢個季節有方同學解釋唔到？咁你話要關注到，咁你覺得係咪要有一個大啲嘅平台先可以令到多啲人去關注啊？有方同學唔好咁天真，慢性疲勞係會惡化噶，就係而家你未抗偏都已經慢性疲勞啦，你抗偏再惡化咗嘅時候，哇！嗰啲 C 朗啊，嗰啲梅西嗰啲。佢哋都有慢性疲勞，咁惡化咗唔使打啦，咁冇人打啦。我知好多方同學咁擔心佢哋會受傷，咁不如咩比賽都唔搞啦。方同學，呢個唔係你想要嘅嘢啦。有同學就話啊，球員受傷因為球會賽事，聯賽啦，我而家答翻你，球會賽事係應該，你話應該減少嘛，但係好少。有同學其實佢平時身嘅就係由球會出糧，球員訓練亦都係球會提供場地，即係而家減少咁，佢哋收入邊度嚟㗎？但其實如果按照有方邏輯，到了比賽受傷英超西甲不用踢啦。咁問翻有方同學啦，要將文化推廣到全球，係咪要一個更加大嘅聯賽？因為文化推廣到全球就一定係要喺世界盃嗰度舉行咧。我又唔見喂韓國主流文化入過嚟，我哋個人追緊韓星又唔係因為呢啲比賽而入到嚟嘅。唔知點解韓星可以同足球對比？今日足球令到收視增加，點解唔係擴展到全球？有方同學擴展到全球啦，咁我想問下有方同學，你擴展到全球嘅時候，我哋要打幾耐？唔知咩叫打幾耐咯？即係我哋每一次世界盃嘅時候，我哋要打幾耐嘅時間啊？有方同學主辯問同你講咗，即係其實只係咧一啲即係打足全場，都其實都係得嗰一隊嘅方同學，咁邊度有你講到咁嚴重嘅方同學？係先，有方同學，你兩次清楚，我哋話文化增加咗先，首先你而家咪睇全國就可以增加文化交流咯。但原來睇多場波而
而家今日擴展咗之後，令我睇到一場波，係令到一啲本來唔睇波嘅人睇到一場波，所以我覺得係咪好事？你係睇到一場波，咁我而家問你，增加咗嘅文化喺邊度？令到佢更加了解當而家足球隊嘅文化，令到佢了解足球，想踢足球，我唔係幫助到咯。所以有方都知道，原來睇多一場波係有幫助㗎。佢只不過係質疑緊個成效啫。但原來而家同你講係可以增加六成人睇波嘅時候，有方同學覺得係咪有好處？係有同學，有方同你講話可以增加文化，增加咁多咯。我而家問你，你睇咗幾場波可以對波國文化了解幾多？好簡單，烏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啲國家幾唔介㗎？世界盃都有得睇嘅。有同學，巴拉圭嘅當地嘅新聞，你知唔知有乜嘢啊？你話可以了解當地文化啊嘛。我就係未擴展，所以未睇波咯。擴展咗咪知道咯。嗱，而家再問有方同學，你認唔認同？要幫助嗰班小國係需要人才同錢啊！所以原來方同學今日答唔到，原來睇全國到底係可以增加幾多文化。首先我講翻一個小知識，巴拉圭嘅巴拉圭係當地特產有個就係紅天茶啊，但有方我哋依然係記咗喎。好正方剩餘時間四秒，請由一位畫家畫起四秒，係四秒。多謝各位。烏拉圭啲人最中意嘅飲品係馬黛茶，每個人基本上手上都會揸住一杯，喺巡街就接衝都會飲到啊！好啦，喺總結今日嘅辯論嘅時候，請俾我講翻兩件表面上同辯題冇乜關係嘅事件。第一件事係另一個比賽嘅擴編，即係世界冠軍球會杯呢個比賽本身叫豐田杯，每年新年嘅時候都會邀請歐聯嘅冠軍同南美自由杯嘅冠軍踢翻場。第一個比賽近年就俾國際足協冰寨搞，而且將會喺2025年嘅時候擴編到32隊，總共係64場比賽。表面上喺呢個比賽又係世界盃提做咩啊？但如果喺大環境上面睇嘅話，國際足協搞新嘅比賽，去擴展比賽，呢個就係佢近年嘅市場策略咯。佢哋希望足球嘅收益唔好淨係俾球會賺，而係佢哋自己國際足協都係分到一杯羹。而且同球會唔同嘅係，國際足協係唔使出糧俾球員噶，但係佢就可以透過佢哋壓攞更多嘅電視轉播費同埋門票錢，因此盡量壓縮球員喺球季同球季之間休息時間，變成佢哋嘅收益。呢個咪就係國際足協擴展世界冠軍球會杯。就係世界盃決賽嘅考慮咯。喺呢個大環境底下，國際足協對球員健康有啲咩保障啊？唯一嘅保障咪就係買多啲保險咯。啊，我請問啊，賠咗錢俾人斷咗嘅阿基里斯腱係咪即刻復原啊？以前我哋就會話雙數年六月就會有世界盃或者歐國杯大賽啦，單數年頂尖球員就可以代表國家，就可以唔使代表國家隊有優勢嘅機會。但係而家就話俾你知啊，就連單數年啊都要參加國際足協舉辦嘅比賽。球員只不過是被視為身材工具，而唔係一位運動員。呢個由國際足協搞出嚟嘅大環境，你我係咪應該認同？認為利大於弊啊？另一件表面同辯題冇關係嘅事件，對我嚟講都係好消息嚟嘅，就係我哋學校學界足球員嘅冠軍，大家都覺得好開心。
當然我哋嘅同學只係贏咗第三級別嘅九龍分區冠軍，距離世界盃決賽周距離都係非常之遠。世界盃擴編到48甚至係64隊，同佢哋關係都係唔好大。最多係點啊？咪就係多幾場波喺課室吹下水咁咯。不過我都唔算佢哋對足球熱誠，比賽前不斷自我加速嘅精神。同樣好似係同條辯題冇關係小事，但係應該睇到幾樣嘢。第一，足球作為世界最受歡迎嘅運動，已經唔再需要用世界盃嚟推廣。另一方面，就算唔擴編去到48隊啦，國際足協同埋各地嘅足總啊，早已經分到足以推廣足球嘅資金，效果只不過是為點樣運用？就似關到足總咁啦，國際足協俾佢嘅資金夠贊助佢嘅資源啊，仲可以有錢政策俾埋隔離唔係成員國嘅密克羅尼西亞發展足球。相反，阿根廷啲錢就去咗邊啊？最後啊，就甚至係連國家隊主場比賽保安嘅人工啊，都係由梅西自己親自俾噶。所以擴編帶嚟嘅利處根本就唔大，亦都唔會因為擴編而加強。相反，我方附表提出咗大量嘅證據，說明主辦國甚至係美國嘅環境，都會因為世界盃嘅擴編承受更大弊處。因此，無論從大環境，亦或係從小事觀察，今日嘅辯題，利處不大，弊處沉重，因此理應被推翻。多謝。由辯論二副一副全民國際安和，但係安和完
士加一位填20，完成完一位咧就填10，填完五位嘅同學咧就不需要填寫。已經可以解釋到呢一樣嘢，因為佢講
佢嗰個2022年，即係上屆嘅嗰個卡麥爾世界盃，佢其實係掂咗嗰個嘅舉行嘅嗰個嘅賽期啊嘛。咁所以先會發生咁多嘅即係受傷嘅嗰個個案啦。咁所以一係咧，你哋舉嘅嗰個例子咧，就唔係舉2022年嘅嗰個例子，咁就會顯示到其實唔單止係啦，即係卡塔爾世界盃調動賽期先會出現咁樣嘅情況，其實咧不嬲都會出現咁樣嘅情況。因為甚至乎你喺論點演繹嘅時候咧，你舉嘅都係話咩八月至到五月係嗰個嘅賽季，跟住六七月咧又要踢世界盃啦。咁所以其實你哋有少少牛頭唔搭馬嘴嘅，你係講緊六七月要踢世界盃，所以嗰啲球員係全年都喺度踢緊足球比賽，所以佢會有慢性疲勞，所以佢受傷風險會增加。但係對方就歸咎於咧係呢一個嘅，即係佢將嗰個賽期調咗去呢一個嘅冬季，所以先會出現咁樣嘅問題。咁所以一係你舉嘅例子就唔好舉上屆嘅世界盃嘅提分嘅例子啦，一係咧你就要解釋到點解喺擴編咗之後增加咗嘅嗰啲嘅場次，其實係會造成同上屆差唔多咁多情況。咁你可以有呢兩個進步咯，咁但係似乎就冇一個好正面嘅回應喺呢個嗰個論點嗰度。同埋咧呢一個嘅受傷嘅嗰個情況，頭先我見到無論係負面嘅嗰個交鋒，定還是係自由辯論嘅時候，正方都會有一個説法，就話其實不嬲都有呢個問題嘅。咁但係咧不嬲都有呢個問題咧，唔代表住佢擴編咗之後嗰個嘅受傷嘅嗰個情況咧，唔屬於呢一個嘅擴編嘅弊處喎。因為你不但止冇去解決呢個一直以嚟都存在嘅問題，你仲要令到佢惡化咗。所以其實你哋應該要指出呢一點、就是，就係即係唔好俾對方去嘗試淡化你嗰個弊處咯。就其實一直都有，就唔代表住我哋要繼續惡化佢噶嘛。而且咧，嗰、那個惡化嘅幅度咧，你哋係可以解釋多啲啊。但我覺得後期嘅嗰個嘅演繹咧，就係、是、你哋其實解釋唔到啊。因為咧喺對方嘅嗰個嘅質疑嘅時候咧，你哋會將嗰個説法咧講到係非常之極端嘅，甚至乎去到自由辯論嘅時候咧，就會講話，其實咧就算佢增加一分鐘啊、一秒嘅上場時間咧，其實嗰個風險都會增加嘅。咁按道理嘅話咧，其實係即係你想嗰個世界盃點咧？你明唔明啊？即係佢搞咧就佢存在已經係一個原罪嚟嘅喎。咁所以就係、是、即係比較極端嘅一個説法啊，呢、這個論點。第二個嗰個論點咧，就講嗰個嘅財政同埋社會成本啊。因為我見到其實你哋都好好啦，其實喺後面附辯嘅時候都嘗試提出一啲唔同嘅即係論據去支持嘅。其實係包括嗰個財政上面係要起嗰個場啦，但係我用咗幾廿億出嚟起嗰個場就，但係就之後就會冇用嘅。同埋咧嗰個嘅碳排放嘅嗰個例子，其實我反而覺得咧，你喺自由辯論也好啦，又或者喺附辯嘅質疑嗰度都好啦，其實應該多花篇幅啦喺你嘅第二個論點嗰度，因為今日你哋嘅反駁啊、回應啊，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集中喺對方即係對方有冇回應你嘅嗰第一個論點咯。咁所以咧，就尤其是你哋嘅主辯係咪主辯都唔記得咗？喺你個自由辯論嘅第一個問題嘅時候，就已經係問緊一個受傷嘅問題，但係好明顯對方其實。我睇啦，我就抄幾位嘅副辯咧，佢都唔會去回應你嗰啲咩碳排放啊嗰啲啊，又或者社會嘅嗰個成本啊，其實佢哋唔係著墨好多嘅，咁所以反而呢個位咧，你哋係可以即係重點去質對方，要求對方去正面去回應你哋咯。咁呢個就係主線同埋後續嘅一啲嘅來回啦。另外咧，亦都想提一提嗰個公辯嘅環節啊。咁公辯嘅環節咧，因為好多時候咧都係。即係嗰個嘅公辯嘅嗰一方啦，會好盡用自己喺制度上面嘅優勢，好多時候都係要求對方答一啲咧，即係係定唔係嘅嗰啲嘅即係答案啦。咁但係咧，對方嘗試解釋嘅時候咧，你哋都可以嘗試俾下對方去即係聽下佢嘅嗰個解釋啦。因為咧，佢淨係答係唔係咧，其實係聽唔到佢嘅嗰個嘅論述，佢對你嗰個問題。嘅回答，佢嗰個論述係出現咗啲乜嘢嘅即係錯誤咯。咁佢淨係答係同埋，其實佢唔會錯噶嘛。咁佢就算答咗係，咁佢嗰個嘅解釋擺咗喺副辯嗰度，你俾佢有幾分鐘佢自己解釋嗰個嘅情況咧，反而咧就唔係咁著數。最著數反而係你係有一掌控住嘅嗰兩分鐘嘅時間，你俾佢解釋，然之後透過佢嘅嗰個解釋
高嗰個樓，你即刻就可以質疑佢，反而比起你直接淨係問佢啊係定唔係啊，你淨係可以答係唔係，即係其他嘢唔使答啦咁樣樣咧，會更加有優勢。咁呢個就係嗰個公辯上面嘅提醒啦。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枝節嘅位置嘅，譬如係反建，即係好似係留咗一分鐘喎，係嘛？剩咗好多嘅時間。咁我諗呢個就係同嗰個事先可能寫嗰個稿嘅份量咯，即係你可能要預多啲稿嘅嗰個份量，又或者你喺準備嘅時候攤定曬啲時間啊。即係我相信今日嘅正方嘅嗰個嘅主線都好大度嘅，即係應該就唔會出現話因為對方打啲怪線，所以自己有好多稿用唔著嘅嗰個情況。咁所以如果你事先做好呢啲嘅準備嘅話，咁相信下次就唔會再有呢個問題發生。多謝，多謝。咁頭先我都同其他評判啊、主席啊嗰啲講過，因為我一陣間要帶隊，咁所以我而家就先行離開啦，唔好意思。可以講多啲國家係真係偶然
知得到嘅，或者就係可能上一屆上一屆入到今年入到啦，或者前一屆入到今年入唔到，然後佢哋喺嗰度例如大放異彩咗嘅咁樣，例如即係我知道可能例如啊冰島跟住國際世界盃啦，但係佢之前嗰屆可能打得好好嘅，啊會唔會有啲球員呢、這個可能輸過定少？我未必太清楚冰島嘅，但會冰島話有啲球員之後成功俾歐洲啲聯賽招來咁樣，或者啊會唔會好似沙特咁樣不過沙特其實都係必然入到啦，翻完兩場之後，有啲球隊可能係過去入唔到，但係今次入到之後突然間發揮得好，令到啲人突然間比較球性。咁我覺得你有攞嗰啲即係抽嗰啲小國，唔係所謂嘅足球小國咧，排名低嘅國家個例子嚟講，好過你攞日本同哥倫比亞，因為佢哋本身都係唔算係弱旅嘅國家。咁啊，然後第三個方就係講下全球關注多咗啦。咁呢度我欣賞係你哋有啲好實質嘅數據睇先到睇到嘅。咁然後反方你哋嗰、那個一開始就係做咗啲回應先啦。不過有個位我覺得奇怪嘅就係阿廖，如果你哋話多啲機會，不如抽籤啦。我覺得呢個位我有啲有少一頭霧水咁。咁我覺得呢個推演好似唔好合理，有啲奇怪，或者可能合理嘅。但係我想你演繹俾我聽，點解你又覺得就係抽籤就等於真係多咗機會？我反而覺得抽籤少機會，因為其實即係例如話係係啦，即係我覺得抽籤少機會。咁然後不過我欣賞你哋就係強調到足球嗰個商業性啦，尤其好欣賞你哋第二個論點嘅，就係關於受傷嘅論點都好唔能夠啦，或者都演繹到啦。第二個論點我覺得係好好嘅，就係嗰個財政同埋社會成本嘅上升，因為我覺得真係涵蓋到一個好全球嘅層次啦，睇到係個產業啦。不過遺憾嘅就係去到反二嘅時候先至再延伸，我覺得太遲啦，令到佢哋其實都回應唔到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係真係有啲遺憾。如果反一嘅時候，因為我見到反一好努力去提到嗰個受傷嘅必然性，或者嗰個慢性疲勞，或者就係嗰、那個原來足球唔係淨係生理嘅損傷，可能係心理嘅損傷。我覺得呢個係講得好好，但係我覺得如果你有嘗試去參與少少講嗰個財政社會成本，可能會再清楚好多。對於，所以我都好欣賞就係反方面副你嗰個延伸，就一開始有回應到或者強調嗰個受傷必然性啦，又提供啲數據嘅時啦，同埋最清楚係你再講埋啊對呢個社會同埋商業嘅成本啊，跟住甚至講到環境啊，我覺得呢個位可以再醒啲咧，就係因為對方佢哋講緊盡責可持續發展啊嘛，咁如果你又唔中意嘅呢個，啊出嚟你又唔中意啊，佢哋每人通識嘅喎而家。因為通識咧，如果學過一個開創發展咧，係要講社會經濟嗰個話，佢環境應該係開創發展一個好強嘅學科。咁其實佢哋忽略咗，但係佢哋又攬住開創發展嚟講。咁其實你強調到，喂，有方同你講話到你哋個準則開創發展，但係完全你哋就忽略咗環境，你哋根本就唔開創發展，你咁樣鋸落去咧，咁佢哋就會爬咗嘅。但係如果呢度你哋聽出佢啲開創準則講開創發展咧，你咁樣鋸落去咧，我就會覺得再即係再好睇啲嘅再次。咁啊，然後我覺得有個位都想讚，或者覺得好正嘅就係你哋自由辯嗰個環節，我覺得都係好闊嘅，即係唔係成日講緊球員嘅受傷問題啦，亦都會講到嗰、那個睇多咗係咪等於就係符合咗嗰個必然嘅討論啊，或者亦都討論到就係、是、覺得睇多咗係咪就係真係瞭解到文化全球化啦？我覺得呢個位係幾精彩嘅。咁你哋問嗰個問題都好聰明嘅，一紮國家跟住你睇多咗一場啊，就可以認識佢嗰個文化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好。你哋都答得好，即係嗰個係我哋就因為而家未係未係48歲，所以我就唔將文化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啊呢兩個回應同個反應，我都覺得係好精彩嘅。不過就係、是、我覺得兩位要聽清楚啲，因為我相信佢哋講嗰個係好殘嘅一種殘嘅樣係嘛，即係兩位都唔係酒精飲品。我覺得呢個可以留意少少啦。咁我就會覺得但係總括嚟講，我覺得兩隊咧其實都即係預備都好充足嘅。即係可能我唔係一個好專業嘅評判啦，但我會呢一場咧，其實我係我寫完個分組之後，我要按年計，我到底有邊隊高分啲？因為我好似兩隊都唔記得個分數都唔計，同埋我會覺得白前就好似你哋好啲喎，跟住慢慢聽落，好似你哋好啲喎，所以我係我到而家我都唔知道到底我判邊隊贏，咁啊邊位你講啊？咁係啦，咁我都講得有少少亂，不過就希望你哋捉到大概我想。好嘅地方，例如就係例子混亂啲啦，同埋嗰個有啲論點編排上可以擺前啲，即係最主要係呢個。咁最後。
果係合理嘅，就係話主辦國嗰度，即係話佢主動申請啊嘛。如果唔得，咪唔會申請咯。但係其實可以睇到少資料嘅，就係、是、好似2026年嗰一屆就係會咁樣去搞啊嘛。其實當時嗰一個賽制就係會三個國家合辦嘅。咁其實佢而家已經有啲嘅大致嘅數據咧，就係、是、其實佢可以提供球場係比起以往要求嘅12個已經多咗，佢而家係提供咗23個。所以其實你去回應對面講話咩啲設備上面有不足啊，負荷大，其實我哋見到2026年嘅例子同你講咗合辦嘅模式，佢一路都有，甚至你都可以負荷到48隊參賽一個嘅水準嘅時候，咁點解都係唔得咧？即係可以過翻去康圖嘅零點，我哋用翻2026年嗰個例子。咁呢一個可能係你哋睇例子上面嘅一個仔細少少啦。咁之後反方嘅話就係、是，我會覺得反方嘅負面咧，你哋講受傷嗰陣，其實經常都用不同一句嘅説話，即係例如很多人都受傷多個機會嘛。咁其實我知道你想講呢個邏輯，但係嗰陣時真係覺即係咁樣評判聽到好悶嘅，你可以叫我講下就係講緊佢少咗幾多休息時間，因為講真呢個球員佢本身休息時間已經唔多啦嘛。你而家再今日賽季延長咗10日，咁你嗰一場比賽唔係就只出嗰一日，你仲有啲賽事未準備噶嘛？即係我覺得你可以調講法，但係唔好講咁多秒到多一個受傷機會，講佢少咗幾多日，咁樣去比較會好啲啦，同埋。方面係香港未大於為，我覺得今日正反雙方，我係去到正結先聽到少少理大，即係理為比較嗰個情況啦。咁我就會覺得去到 3D 嘅時候，甚至 3D 其實亦都好退，佢退到話多一個人睇多一場比賽都有推廣噶嘛。其實嗰一陣嗰主導權係喺反方手上，其實反方負面你可以試下講就係話，咁睇多一場，但你換嚟嘅就係睇多一場，你想換嚟一啲人嘅目光啦，換嚟一啲資源，但你付出兩樣嘢。健康的一個成績咯，所以我覺得呢個時候你可以做多少少利弊嘅比較，所以講到底你就可以將對面手法做成一個商業化，或者就係睇錢，但人嘅健康全部都唔睇，即係我覺得可以咁樣去講會好少少，係啦，咁之後就。